位网络上的护法菩萨，各位朋友，大家吉祥，欢迎大家来收看我们多伦多佛光山的这个网络上的节目。那今天呢，要跟大家介绍佛教里面的十供养。那十供养呢，今天介绍的是土供养。土呢，在佛教里我们说的是甘露水的供养。那佛陀时代呢，有一次佛陀在行化的时候啊，他走到了一个孙陀利河旁边，那遇到了呢一个婆罗门，就住在附近的婆罗门。那这个婆罗门呢，看到佛陀来啊，非常的高兴，就赶快跑去呢见佛陀。那这个婆罗门就问佛陀说：“佛陀，您想要到孙陀利河来沐浴吗？”那佛陀就问说：“为什么要到河中沐浴呢？有什么利益吗？”那这个婆罗门呢就说：“因为这条孙陀利河呢，是很多古远的仙人呢都在这里度化众生的，所以如果您呢跳到这个河里面啊去沐浴一番呢，就可以消除一切的罪业，而且可以得到吉祥、清净跟解脱。”那佛陀望望这个孙陀利河，又看看婆罗门，就说：“真的吗？”然后这婆罗门很笃定地说：“不会错的，因为这就是我修行的秘诀。”佛陀就告诉这个婆罗门说：“到孙陀利河呢去沐浴是不会消除业障的，即使呢跳到圣河里面去沐浴呢，经过了百千劫也不能消除我们内心的烦恼跟污垢。”那这时候婆罗门呢就露出一脸很惊讶的表情啊，他就说：“为什么会这样呢？”佛陀说：“因为孙陀利河呢是凡夫世间的水啊，它只能清除呢我们身体上的污垢，但是如果我们想要彻底的清除我们内心的烦恼罪业呢，就要用清净的法水来洗涤。”那这个婆罗门呢从来没有听过这样子的法，所以他就请示佛陀说：“那什么是清净法水呢？”佛陀就说：“要保有一颗清净的心啊，就是呢要发愿呢要受持不杀生、不偷盗、不邪淫、不妄语这些戒律，而且要深信罪福业报，不要嫉妒别人，那这才是呢用清净的法水来洗除我们内心的污垢。”这个婆罗门呢听到了佛陀说的这一番道理呢，内心得到很大的震撼啊，他觉得如获至宝，他很欢喜的顶礼佛陀，就谢谢佛陀而离开了。那佛陀所说的，我们说世间呢我们每天都要沐浴灌洗，但是我们能够洗涤呢就是这个色身，这个身体的脏污垢，那只有用清净的法水，就如佛陀所说的，叫我们要受持的五戒：不杀生、不偷盗、不邪淫、不妄语、不饮酒、不吸毒，种种的，当我们能够守持这个清净的戒法，我们的内心会自然得到了欢喜跟清凉。那不止呢在这个新的一年我们可以得到平安跟喜乐，我们在一生中呢有了这个佛陀的法水的洗涤呢，我们都能够得到幸福跟安乐，那而且生生世世呢都得到佛光的普照，能够让我们身心自在，真正能够圆满的让我们的人生呢能够更清净更庄严。那祝福大家呢在新的一年都能够清净圆满，能够耕耘心田，让自己身心更自在更欢喜。祝福大家，阿弥陀佛。大家好，我是郭明官医生，我是许太太先生。在2020庚子鼠年即将过去，2021辛丑牛年即将来临之际，我哋恭祝大家身心康健，事事如意。我哋送一首诗同大家拜年：新年复始启开端，举世欢腾乐满全，鼠去牛来迎尾善，祥和吉庆喜团圆。